好的，来来来，三条命，找出圈圈圈圈的日志吧。哎哎，靠北。好好好好好好 ，OK OK， 刚刚是算是制作精华啦，真的蛮像体能极限网哎、欸，极限体能网。哎、欸，他那个真的是吼，喂，过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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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是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好，等等等，哎哎呦！哎、欸，我刚刚明明就躲得还不错啊，要从头啊，他没有关卡点啊，那我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难了，没有关卡点确实会有一点。好好。好的，我应该先，刚刚应该先看清楚才对，刚刚没有看清楚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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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要往后跳，为什么？啊，气死！没有关卡点吗？没有关卡点吧？气死！哎呦，好凶哦！呜，差点摔死！看一下，登顶上去以后滑上去有点，我看到蛮多人好像都在那个刷的地方疯掉、欸，哎，呜，呜，等一下，呜，好。哎、欸，等等哦、喔！好会转，是不是？好，等等，先把它涂满，不然等一下要跳没得跳，气死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！哇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等一
小，这个应该是要用逆向鱿鱼登顶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哇！哎，想秀一波就是这样哦，真的没有关卡点呢啊！嘻嘻嘻嘻哇！哦！救命！这个练技术很不错哎，我觉得很适合。喂喂喂喂喂喂喂！哎，不是呀、啊！一定也赛，一定也赛。正中下怀、欸，我。哎呦哎呦，好好，哎哎，为什么我上不去？Nice！ 好。这个应该对啊，应该没错啊。呜，好好好，习惯一下哦。好好好。啊啊，这个就这个而已嘛。OK，Nice，、okay, 可以。奶酥。应该是要下去，没错吧？哇，死在这就很糗了。没有顺利掉下去，感觉也很糗啊。不要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呜呜呜，吓死我了！哇哇，都中了，都中了！哇啊啊 ！What？
塞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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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哇塞，哇塞，天哪！竟然有这等操作，刚太心急了，心急吃不了热稀饭。哎，打不到。Come on！ 主要从靠右边一点跳会比较好上。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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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哇！救命救命！心急心急心急！哎，等一下！哎，不是呀！稳扎稳打，稳扎稳打。哎，不是，哇！这个会上瘾欸，打这种真的会上瘾欸。嗯，为什么我上不去啊？OK， 差一点，但是没事。不要太上去，不要太上去。哎哎哎，屁啦！屁啦！我刚才有中那么多发子弹哦，可以戏外聊。气死我了！
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点危险。哎呦，干嘛？我又没有要用。我觉得上去比较……哦，好危险哦！喂喂喂，差点就要喂，下先调一下视野。好。小心，谨慎，小心，谨慎。中中中中，好有。好。发射。哦，不行！哎、欸，这个会 不小心就无限加码，我疯掉了！哇，刚刚那个都要过，近在眼前了，我真是自己的手误啊！好，竟然吃到了。好的，这其实也是蛮紧张的，就是滑过去，然后不小心滑太上去掉下去，或是要过去的时候来不及过去，
也是蛮紧张的，老实说。好，小心谨慎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哇！救命啊！未静按往前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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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是不是太过谨慎了？难道跳水线就是我的宿命了吗？宿命的水线。喂喂喂喂！这个好讨厌哦，每次都刚好在他的那个时间点。谨慎，谨慎。好，哎、欸，呜，好危险哦！好。的，好，嘟嘟嘟嘟嘟。呜、哦，这个每次都好紧张哦！啊，好，哎、欸，靠，太远了！靠，啊，要疯掉了！哎呦，真的是哈，真的是哈。有时候要他跳远又不远，他跳近又不近，真的是吼，真的是吼。不行，我这一次一定要过关。这个同样的关卡我已经打腻了。哎呦，撞到了！哎，又撞到了！
呜，危险！哎哎哎，太刚好了吧！喂，不是，好，转 ，OK， 呜呜呜呜呜呜，喂哦！没想到他那里竟然是要用鱿鱼滚行，其实我有点惊讶。这样对很多人来讲不会很困难吗？喂，挂！呜呼呜呼！哎，都是自己的问题，关卡都不难啦，难的都是自己啦。心急啦，心急啦，真的太心急了。I can do this all day。哎，我有好险，差点又要事故了。最好是夸张。好，等待，等待，再等待，确定，确定，再确定，等待，等待，再等待。好像在这里都还没出过什么事。哦，哦，shit，等一下，nice，赞，OK，没吃到没关系。好，机器啦 ，OK， 抓个脸哈。我们先看一下哈，这边是先到那个地方去。可以，可以靠啊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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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太不谨慎了，我气死。第一阶段哦，所以它有分阶段哦，真假的哦，那不行，我一定要过到第一阶段呢、啊。好，大概已经知道怎么那个了。
怎么办？我怎么一直加嘛？这不能这样啊！有四个加，真的假的？哎，那我一定打不完啊！竟然有四个阶段，太过分了吧！哦，好险！好，好喂，差点事故，瞧，好，OK。好，水球，哎呦。好 ，nice！ 哎呦，危险，差点没跳到。关卡点在那里是不是？好，我想一下啊，好，哎，距离很远吗？好像还好，哦哦，欸，长方形的我好像比较好跳，欸，有点难，有点难欸，哇，有点难。哇，刚刚那个有点难的，那个变的是，哎啊，我知道啊，应该要先涂好才对，应该先涂，因为它在水里面不会那个啊，我知道了，原来如此 ，OK OK， 可以。
好。城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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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城主。哎呀！好。好。哎，傻瓜，用丢的不就好了？最重要的是那个墙面要有，墙面有，你跳远距离的时候才不会没墨死掉，这样子你就哪里都可以跳了。万无一失，万无一失。好，可以出发了。好，要再冲几个才行。等一下。哦 ，nice，nice 了。哦，天哪！好好好。哇！哦，我的脖子。摧毁所有标靶吗？这个简单多了吧？相对来讲。摧毁标靶 OK 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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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子，
哇哇哇！呜！他那个要那样子耶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怎么总觉得没有打完，没有打完，我要这么下播，我有点不想再过刚刚那个一次了。我等一下去申请临时申请啊！这个真的很难，这个如果不打完的话就要重来，让我打完它，拜托。为什么他跳会有一个延迟感？好奇怪，他不能连续跳，哎，好诡异哦！是不是因为我潜墨的关系啊？我是不是不要潜墨就很好打了？好 ，nice！ 哎，打不到！手把要歪了！哇塞！好，我大概知道。我知道，他那个右边的方向。右边的视野也要跟着转，不要浅墨跳就不会卡了，就是因为浅墨跳才会卡。好，他应该那个视野要稍微跟他们一起动才行，还是会有一点卡，微微的。啊！可恶，我应该再跳下去啊！对，可恶！差点，好险！哦，好险！
感觉还没完哦，还没完哦。Nice！ 哦、oh, ，Nice 啦，赞赞赞！哦、oh. ，啊，好好好，有有，还是比第一关好了啦，第一关真的比较难一点。唉。有点围，有点围啊、哦！好，懂懂懂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去吧。啊靠！你等哦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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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打不到，哎、欸、等等，打不到，好，看来他都算好了。Nice！ 哦、oh, ，好。什么意思？嗯？快快快快快！重点就是逃命了啦！先走再说，先走再说！哎，不要跑！哦，好险！哎哎，太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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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哦，好险 ，nice。快快快快快！呜！我看一下我要干嘛。哦哦哦，懂懂懂，哦，原来如此。然后呢？啊，哦，不是不是。哇塞哇塞，这有点难呢。呜、哦、还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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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还没回来他还没回来，吓死我，差点。先看一下那边怎么样。
好，我先看一下我可不可以。有有有。打掉是打掉了。哦有，他慢慢收回来，慢慢收了，慢慢收了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他慢慢收回来。好，等他，等他，等他。好，可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想想看哈。啊！呼呼，死掉了！啊，原来他的头在那啊！我想一下啊。大家等我一下。好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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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打了，可以打了，可以打了，加码申请完毕。哎，有。可以，可以，我觉得，哎，我要干嘛？哦。我觉得就是后面的，真的过了第一关，后面的都还好，还好。第一关比较讨厌，第一关有手速的问题。呜呜呜呜呜呜！喂，下。车车快来，车车快来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的。好，有。好，提示，他有提示要，他有提示要打哪里？有一个框框是吗？你说那个，我看一下啊。哦，因为他炸啊啊！我懂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哦，把那个打框打出来，他的球就不会出来。然后我再把它打掉，他就会收掉。OK， 好，我懂，我懂。OK，I、okay, got it， I got it， 懂了，懂了。有，完全懂，完全懂。我要先打左边那一个，把它打出来，然后再把再打右上的那一个，把它打掉，这样就没有问题，因为它马上消失。打这个 ，nice， 对对对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转城喽，先看下转城的那里是要爆开来的吗？好，应该是。完了完了完了！
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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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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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了！快快快快快！竟然有成功！赞赞赞赞赞！啊，真的没错没错，阿丽丝现在是加码时间啊！原来如此啊！刚刚那个剪刀很赞很赞，最后一关喽，最后一关喽！哎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！赞赞赞！这是要干嘛？哦哦哦，杀死他们是不是？好好好！啊、换这个好了。下，OK。哎呦，这么会滚，比我还会滚。Nice。没有，应该还有，应该还有。升起来，升起来。特殊罐头出现喽！是不是？啊啊啊！哎、欸，我觉得特殊武器没有比较好用。哎哎哎，不是吧？哦，好好好，反正就是打爆他们就对了。哇，好长好长好长！Nice。Nice。 哇，我觉得把地板涂好，先在下面埋伏他们比较好的啊。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在哪？在哪？哦，在哪？高台处，高台处，哪里弱点啊？在角落。米塞鲁，米塞鲁，米塞鲁！哎靠，其实我没有想要用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没有比较好用。哎、欸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哎、欸，有点围，有点围。等一下，我先挤个超弱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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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nice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危险！啊靠靠靠靠靠！哦，哎呀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，我要先抓到他第三波都会在尾巴啦。
他只有最前面在投而已。喂喂喂，角落角落，哎，不是在这吗？哎哎，怎么可以换地方？地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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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先涂地板，哇，怎么会是这个？我跟正要开超弱欸。气气气哦！刚刚差一点呢，哦，那个超弱啊，都是因为吃到那个 SP， 我真的要气死了，哎，气死我了。双枪很准哦，快下来！地板，地板。
两个两个有点微。在远处，最后一个了。奶酥输的啦 ，How to lose 哦 ，Nice 哦，赞，加码多少？54分钟，哎，没有啦，不止啦，一个小时，加码一个小时，然后打这个打多少？一个半小时吧，是不是？哦 ，Yes。赞，可以吃早餐了，终于可以吃早餐哦，手好酸哦。我觉得第一关最难，然后第一关其实我觉得就第一关最难，我觉得对新手来讲，最后一关应该也会蛮难的，就是它有对枪的这个。这个技术存在，但是呢，如果你在最后一关顺利过关，它表示你在其他模式上的打击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没错没错，它上面有写你第一次过关时间，汉堡凉，汉堡超凉。耶，yeah, 熊耳朵可爱。赞赞赞！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员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